Sadi Cup. This way. Second floor. Okay, thank you. 樓靚冇聲啦，哦，好靚喎，聽到好似好新淨咁噃。啊，火車喐啦！坐火車睇寶石。現在是我們公司中寶陳列館 James Gallery， 很高興帶大家去瀏覽神奇的地下稀有寶石礦藏世界。就看落去側邊，哇，眼都睇唔到。嗯，噴泉，泰國著名嘅紅茶。男的，男的，来坐一下，好不好？台阶爷哈，台阶爷哈。先上洗手间。更衣室，你喺嗰边换。泰式按摩进行中。呢个宝贴啊。啥？有菠萝喎，有火龙果喎，有橙喎，好多生果喎，老婆呢度。有 show 睇，行翻過去等集合。泰國人都中意龍嘅噃，鼠牛虎兔，鼠只鼠咁大隻，牛虎兔，我應該見到龍啦，龍係咩龍呢？隻兔又太大隻啦，龍啊，龍，龍咁細隻，搞錯啊，唔合比例啊，同埋佢哋隻龍係咁奇怪喎。富貴黃金屋，入個胡嘟嘟。來來，快點快點，快點快點快點。这个是 DJI 的嘛，是大疆的嘛，哦，所以它很稳定的，很稳定的，对，防抖的，对，怎么抖？对啊，怎么抖都它都不抖，它都不抖，啊，连我自己都抖了，挺恐怖的。又要除鞋了，哇，好靓啊呢度，好吧啦。好靚啊！依度啊，等生果就喺依度咯，生果樂園。
富贵黄金屋。就是这个人尖堆碌碌金银满屋。哇，这个榴莲棒贵了，两支加多支雪条440泰铢。拉加拉利亚 ，Sleep News。你会想想，我们亚洲人睡觉都是喜欢平躺的，对不对？罗马人睡觉就喜欢把脚搭在上面睡。这么大一个床，你睡这么一点点。侧躺的时候注意看哪个地方，看他这个脊椎。如果他的脊椎是处于一条水平线的，那就证明这个床垫是对我们的腰最好。如果坏了，只能证明一件事情，大家知道证明什么吗？错了，证明你床上功夫使得好了。啊，帅哥，鸡蛋放你上面，不是放你下面，你下面动干嘛呢？你在家你都是这么动的吗？这上下动，左右动，怎么动？你别问我嘛，我怎么知道你们你在床上怎么动的呢？对不对？还是这样子没抱，哎，还是没好哈。然后就一屁股坐下去试试。坐下去啊！但你要小心，不要把它坐进去哈，坐进去取不出来的哈。这个鸡蛋，哎，终于有坐坏掉了。帅哥，这鸡蛋跟你有仇啊！你算算算不算？不是叫我坐下去吗？对，但是我是说这鸡蛋你把它压得这么碎，哎，你先查看一下你的蛋坏了没有？你的蛋在后面吗？50够了，不是讲笑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Pattaya Floating Market。有只大笨猪得意喎！到这个地方拍个照啊，不要走到外面。大家看看啊！有人餐厅噶，又有榴莲食啦。哎，so nice. Can we see it in the sky? Yeah, yeah, of course, of course. When I stop it, and then we'll come back. Spain this. Jetzt, looky, looky, Detlef, guck doch mal. Was super.Super, Silvia. Guck mal rein. Good. Mach mal Haare weg. Okay. 搞緊啦。睇泰拳啊。出面播呢啲好冇拉更啫。肥仔店喎，肥仔。
按摩啦，一回合玩完。佢都冇晒力咯，佢仲打人。